好，现在继续开会，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及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午安。根据本院本会期第四次院会决定，现在继续进行司法院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许志雄、张琼文、黄瑞明、詹森林及黄昭元等同意权的公听会。在进行公听会之前，先做以下宣告：一、发言时程，每位学者、专家 发表意见时间为十分钟；审查小组委员每位询问时间亦同为十分钟，再由学者、专家综合答复三十分钟。今天预定有五位学者及七位审查小组委员出席及发言，因此我们恳请各位学者、专家发表高见后，也能听取本院各党团所推派委员代表之询问发言。最后还要请各位学者、专家示教答复。是议程圆满结束后，再行离开。二、发言顺序，先由专家学者发言，次由审查小组委员发言，最后由学者、专家综合答复。学者、专家、审查小组委员如不在场，得互相调换次序。另外，在发言时间结束前一分钟，会按一短铃；发言时间届至时，再按一长铃。好，我们就开始进行发言。我们首先请张菊芳律师发言。先等一下。好，你刚到了哈，喘口气，没问题。那我们先请这个林嘉和教授发言。好，副院长，在场委员，在场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政大法律系林嘉和，今天很荣幸来参加这个公听会，那就有限的时间，谈一谈我提出的一些观点，也让各位委员、各位立法委员在行使大法官提名的同意权时，可以做一些参考。好，那我简单的分五点，好，大概十分钟之内。第一点，我想我们法律界有一句话说，大法官必须依据宪法行使职权，大法官必须告诉人民宪法是什么。好，大法官必须本于宪法，受宪法拘束，但是宪法说了什么，以大法官说了算。所以换言之，说大法官受宪法拘束，事实上大法官等于自己在形成宪法的内容。好，所以呢，大法官必须要去体察一些历史，乃至于整个社会，乃至于全球的变动。好，比方说第一点，今天是一个自由跟平等处于一个紧张关系的时代，那大法官在过去几十年来的视线实务之中，特别是在过去距离我们目前时间比较接近的一二十年之中，大法官对于很多例如涉及到人民自由乃至于涉及到人民平等，在很多的解释案上，大法官显得犹豫，大法官显得没有跟上今天时代的潮流，大法官甚至选择逃避。所以对于今天被提名大法官的人，我会建议我们委员行使同意权的时候应该留意一些，比方说一个拉丁文指的是在疑问的时候应该以自由权为优先，in dubio pro libertate。 比方说对于集会游行法，大法官在前年三一八学运期间只是非常有限的对于临时性紧急性的集会做了某种程度的放宽，但大法官在其他的案子里面甚至避而不谈，比方说侮辱国旗，我目前刑事这个刑法之中还有侮辱国旗相关的犯罪，而先进国家最后一个，例如美国，美国在小布希总统时代1990年之前，美国就透过Gregory Lee Johnson vs. Texas 这个案子，已经全面的宣告不准对侮辱国旗等等仍然处以刑事犯罪。好，那台湾在台湾共和国王宪吉先生的案子里面，大法官非常令人意外的说这个案子不具基本权重要性，完全不处理这个案件。
所以我想，对于人民在今天这个时代拥有的自由权，例如我刚刚谈到的集会游行，以及关于象征性言论自由，台湾在号称为民主社会的今天，是不是还继续保持着这些旧有不合时宜的法律规定，而容忍个案中国家机关任意的去执行这样的有违宪之嫌的法律？我认为大法官必须在例如受提名的这个阶段，能够表达他们对于这一些有侵害人权之余的，相对于其他国家几十年来早已解决的问题，必须提出答案，不能再像过去几年一样，大法官经常用这个挑案方式不被理由的刻意回避。好，那另外一个焦点当然是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其实各国面临的问题，台湾也无从逃避的，自然是贫富差距的悬殊。所以呢，我们国内有一些在社会福利国之下的一些措施，早已被台湾社会认为远远的不足，人民的生存基础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那么国内的例如劳动市场也是最近热门的问题，虽然台湾在整个劳动法制环境之的开放程度并不如其他国家开放，但是因为台湾的现实跑得很快，所以例如对于社会救助法，例如对于劳动市场法，大法官到底是站在一个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站在一个能够体察今天全球化时代必须国家对于贫富差距之下的弱势族群要有更多的法律更多的琢磨，例如大法官应该大量运用警告性判决，应该尽量运用虽不违宪但已经不合宪法的要求，我们叫做不足的禁止，就是说台湾有非常多的法律不是涉及侵害人民的过度禁止，而是涉及保护人民不足，保护人民不足，大法官在过去许多年那么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犹豫的态度，例如对于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乃至于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关于定额禁用的问题，或是大法官针对视障者唯一这个按摩业唯一100%职业保留给视障者类似的案件之上，大法官总显得虽然看到问题，但不愿意全面性的承认，并且呼吁，抱歉在这里讲，并且呼吁军院基本上应该要有更多的琢磨。我想大法官必须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刚刚所谓国家涉及保护不足的问题，应该要适当的表态。好，对于这个国家有更多的要求，这第一个。好，那么第二点，基本上各国都深受恐怖主义攻击，那么各国都采取了一个新兴的民主形式，叫做大量的公民不服从。那么台湾也因为政治情势的关系，涉及到例如第三国，例如中国相关的一些外部行为乃至于内部行为，所以第二个各国面对的挑战是宪法保护，到底大法官对于宪法保护的看法如何？大法官是不是同意在几年前我们行政院曾经提出的反恐怖主义的法制草案，虽然军院并没有通过这个草案，就说大法官到底对于反恐怖主义，大法官对于今天人民高涨的安全需求，但是能不能以付出自由作为代价？我认为大法官应该必须对于今天各国所面对的严厉的挑战，必须要表达态度，这是第二点。第三，特别是对于两位不但提名为大法官，同时将如果通过的话，将兼任院长与副院长的两位大法官人选，基本上在司法改革方面，因为许多位先进都提非常多的意见，我只简单提一点，就是在国内已经倡议蛮久的，是不是要仿效欧陆各国，好，那么建制劳动法院，或如果不建制劳动法院，至少建制劳动专属诉讼程序，或是特别对于社会给付相关的事项，建立社会给付专属诉讼程序。好，那国内的研究已经超过了十几年，那么特别在翁岳生院长时代的司法改革中曾经提出类似但基本上不直接在这个脉络之下的专家参审。好，那么到底两位可能未来将带领司法行政高层的大法官，虽然只是兼任院长与副院长，
他们如何对于台湾各界已经呼声要求甚久的劳动以及社会的专属诉讼程序，到底两位大法官乃至于其他被提名的其他虽非院长副院长但应该同样关心整个司法政策的大法官提名人，到底对于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因为国内的整个诉讼制度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全面检讨的时候了。好，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几位先进也有提到的，那么民间监督大法官提名联盟也有提到的，就是裁判的宪法诉愿。好，那么相对于韩国人总算在6年前下定决心实施欧陆式的裁判的宪法诉愿，在今天我们的制度限制之下，对于法律命令虽不违宪，但法院的判决、法院的终局，好，最后终局确定判决却显然违宪的情况，到现在台湾社会仍然屠夫夫妇无可奈何。即便法律没有违宪，但法官他的判决有严重的瑕疵，我们仍然只停留在目前现有的，例如再审，乃至于非常上诉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个人的看法是，台湾已经到了必须采取裁判的宪法诉愿时代。那么刚刚卸任的司法院两位大法官兼高层，他们在司法院所提出的这个大法官案件审理法修正草案中明确反对裁判的宪法诉愿，也在军院办过公听会。换言之，如果这个法治状态我们让它继续，台湾将继续跟韩国不同的成为，只要法官判决违宪而法律没有违宪，在台湾就没有任何救济。我希望能够让几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能够对于裁判宪法诉愿的实施，或许他们有疑虑，那么疑虑应该如何加以克服，能够尽量的避免我刚刚说的情况发生。台湾在过去最早的这个邓元贞重婚案，大量适用重要关联性实质原用理论，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让大法官被提名人也能够表达意见，这对台湾的社会非常的重要。谢谢。谢谢林教授。接着请张菊芳律师。副院长、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张菊芳律师我想关于我们这个大法官任期届制目前立法院要依法审查我想关于这个大法官人选，当然应该要检视他不管是个人的操守能力、使命感等等。但是呢，关于外界可能比较不熟悉律师担任大法官在法制上的目的跟意义所以未免有一些误会或误解，我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我们在当依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大法官人选除了来自于法官、检察官在3款到6款都是一个从事法律相关的人员那作为这个最终法律适用解释的机关，这是明白的去彰显它其实需要来自不同面向的人选也就是说希望有不同职业、不同经验的人呈现一个多元、比较多样的观点一个多元丰富的一个观点。所以我想这个目的上呢，也是去让我们的法律是更加的能够贴近我们现实人民的生活跟经验所以但是我们在从事这个律师在从事这个实务的工作跟法官、检察官以及法律学界这个面向上是比较不一样，我们是站在这个当事人的立场上去考量所以适用规范、法规范或者督促政府应该依法去当作准绳所以在德国联邦宪法法官他有是由律师中去选任，虽然人数是不多，但是也被认为他发展出比上诉审法官更敏锐的法感更敏锐的法感。而且呢，我们在司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里面，就律师的部分，他其实是需要执业25年以上然后声誉卓著，所以他设的条件，他其实是已经超过了一项的1款跟2款法官跟检察官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有更严格的一个资格要求，更严格的资格要求。那也包括在律师工会，我们这边律师工会推荐的时候，各地方工会也是经过理监事会的决议推荐征询，然后再送到全联会，那全联会当然也
通过这个理监事会再去推荐出来啊。所以基本上程序上是一个严谨的一个程序啊。所以再来经过这个当然审建小组，我们是希望透明、公开、合理。再经过这个我想总统的提名，也就是说呢，我们都希望是说哈。对，不要因为这个对同样背这个不同背景职业的人，但我们想，我们都应该做同一标准的一个检视，而不希望是说因为不同背景职业的人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检视。我想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符合了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这个角度的一个规定。我们就是希望呈现这个让不同职业、不同经验的人哦，有多样性的观点哦，有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丰富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呈现。好，那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哦，那先报告到这边。好，谢谢。好，谢谢。接着请聂建中教授发言。副院长，在座的各位这个先进大家好，那个对这一次这个过去的大法官及副院长等的这个请辞，那新任命的这些即将被提名的这些这个人选呢，本人有一些我这边的想法哈，因为刚刚听到这个前面这个张律师提到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点，我认为这个大法官他的背景哈。那个在台湾现在比较强调在政治意识太强烈的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一定要想办法贴近人民的生活和经验，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想法。就像刚刚讲的，要有不同面向的人选的出现，因为我们讲人才要多元化、多样化。那么甚至那以我财经的角度来讲，很多的法案不一定全是绕在政治或意识形态在走的。所以呢，我觉得像譬如在跟人民相关的一些比较让上起来，像仲裁里面去对财经、对商业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判决的这些案子，那难道这些人才都不会出现吗？那将来台湾在司法判决上是不是全部只有政治的或者是法律的案才会送到大法官做最后的判决？这是我一个认为台湾太过于政治性的操作而忽略掉贴近人民生活与经验的一个方向，这是我觉得在提名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觉得提名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司法这个这判决，我一直强调，我想这个世界使然哈，就是一定要强调所谓的司法独立性。那独立性不外乎，我觉得你一定要理性、要公正、要客观。那当然，假设我们检视我们所提名的人呢，过去的经验啊，不管当学经历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在判决或者他在历任过啊，不管他曾经甚至历任过律师，由律师的心态去做所谓为他付费的那一方做啊，不管这个道德的问题，就是在他判决有所偏颇之下，现在续任大法官之后，他的心态会不会有过去曾经做律师时候啊，那么就是以他当造的那一方来这个力争的这种做法。因为我觉得这所谓司法独立的客观性非常重要，公正性很重要，理性也非常重要。因为我担心是将来如果在提名的人他们的不管他的背景的不多元化，甚至他的属性也不多元化，现在我们看到的属性非常的单一化，就是我们担心的就是将来这个整个判决可能会产生，如果说有偏颇、有狭隘、有失衡的状况。我的意思说这个以后在司法判决的那个最后关卡呢，我觉得在判决时不能有所偏颇，因为这关系到很多人甚至一群人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问题，还有整个社会的福祉的影响。那第二个呢，意识形态呢会不会太过狭隘，那么造成有所谓政治性的偏颇，这是我的担忧。第三个就是会不会有失衡，就是对不同人有所谓轻判、重判，有所谓失衡的状况。当然我不能用一个财经学者去说一些有过律师或法官经验的这些所谓大法官大师们他们的这个操守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从他们的背景中我们不难发现哈，这些我担心的将来的理性、公正、客观的所谓的有可能让司法独立出问题，那么甚至有所谓产生偏颇、狭隘和失衡状况会产生。我这里大概看一下，因为我想台湾非常清楚的，我们从三民主义的五权宪法来看，五权应该是分立的。今天这个司法权将来在我们现在所看到提名的人选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可能跟行政权或者立法权会挂钩得太紧，产生它的独立性呢没有办法真正的超然产生，这是我的担忧。
好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当现在所以提名的院长和副院长，甚至这个各人选的一些背景来看哈，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的属性，其实我已经有所指了。我想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哈，从这个民初到现在，从军党政到党政军到政党军，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应该是全民政的时候，以政治为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可是呢，当两党制衡还好，当一党万一不管哪一个党过去大过，或者换了一个党大，当他走上了一党独大，将来万一意识形态全部偏向此党的时候，那又变回到了党政军或党军政的时代的时候，整个台湾未来的走向，我觉得会模糊，而且会恐慌。那更何况两岸的关系的未来那么这个一定要用智慧去处理。如果现在的这个大法官的提名人选有所谓意识形态的狭隘或偏颇的话，我担心在带领台湾领航这个岛屿往前行的时候，甚至两岸的关系没有智慧处理好，只是质疑在他们的法律专业或者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偏颇，而产生了台湾未来方向的偏颇，那我这是我很大的担忧。所以我现在大概看一下，就是我们所提名的，我们说首先这个当院长这个许宗立那当然我们不认在学经历的背景讲，我们觉得不会有很大的瑕疵。但是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我想人民有很多的想法就是包括过去我们想到大法官必须要独立性的时候，在国民大会修宪的时候就强调大法官不得连任这个立法原意当然这一次呢，我们很清楚的他自己诠释说他是下任以后不是连任，是再任。但连任和再任要怎么去解释，是他自行解释呢，还是应该，甚至台湾有很多都是用这个，当然我们讲公投投票型，这个已经不可能用众民来投票，可是竟然有不少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认为你该这个所谓的连任，那么再任和连任的性质你怎么去把它区分，而你怎么去自己合理的解释说他就不是连任，我就是合理的再任，这样子会不会有所谓偏颇那这样子的话，我会担心如果他好就算是再任未来那么如果就算这个时候未来如果还有人，或者为这个将来嘛，这还有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宪政的惯例，就是未来的人都可以这样合法解释就是说我是在任，那都可以，我们讲说很多都可以在夹缝中求生，人会抓到一些法律的边缘那我觉得这样子呢可能会有一些公正公判性那么这是一个想法。那么再来呢，我讲到当然我对这个副院长的这个蔡永敦的一个这个看法是这样，因为过去那么当然他有他的一些这个判决的经验，那么我们犹记得在这个宋七力事件的时候，当然牵扯到的当然也就是民进党的大佬，那么我们讲谢长廷先生，那那时候呢有所谓的一些，那么当然在台湾的一些司法争议的问题，最后的判决呢非常清楚那么这个蔡永敦在这个判决上呢应该是属于比较有偏颇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也就是判最后呢无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而且在判决的时候呢，当大家有担忧是不是最背后呢是有所谓的一些这个背后的一些所谓的就是党政的一些压力或者从的性质，那么那这一次呢他如果再任的话，会不会有所谓的意识形态偏颇某一方，那么也产生未来司法独立的这个隐忧了，这只是我在担忧他们这个所谓的同属性太高，那这样的未来有所谓的私心，那么私心所造成就无法捍卫司法独立的未来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当然再来我们再看其他的这个大法官，很快的这个当然 go through 一下，那么过去那这几个这个大法官包括许志伟张琼或者詹森林黄昭元等法官的这个背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首先我们看一下许志雄，很明显的那许志雄呢他这个过去呢，这个跟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智库的甚至做过智库的这小组召集人，当然不是说党某党的这个结合太深，我觉得他不适任。但是呢，如果结合太深，而且同属性呢完全腐蚀，而且在结合很深的时候，当时在操作上他的我讲立场坚决，但态度如果不客观，他的部分的态度不客观，造成将来司法的独立性可能也就会不客观。那就像我认为不管台湾的什么党或什么样的颜色，
立场个人都有，但是我觉得在对台湾的未来的好的时候，态度必须要是客观的。所以当时当我们知道，那当着民进党的政治司法改革白皮书呢，那么当时呢都是由这个所谓的徐日雄呢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任务。当然他甚至啊这个被蔡英文在司法改革议题上评鉴过是最核心的幕僚。好，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民进党执政，那么我们以前一直强调两党制衡，那甚至行政立法这个分离，那么甚至我们讲这个所谓的内阁和总统制这个分开，那能够制衡的状况之下，现在立法院当然某党多数，总统那么当然也是偏某党，未来如何捍卫司法独立，在司法呢也走上同质性。好，那我想呢后面呢这几位这个法官呢这个将来可能会任命的大法官都有一些我之前看到一些背景经验，有所谓的，当然我们在台湾不管是走统或独，没有对错，但是全部都轻易的，将来过去他曾经谈过两国人或甚至准敌国的思想的法官，我想后面有些法官他有这样一些论述，甚至台独意识呢很明显非常清楚的话，这样会不会有所谓台湾就变成了一路的同质性同属性太高的一路走向？那么我觉得这样我们在这个教授审学生的论文如果有四个，那就是很难成型的，不是三个就是五个。那通常如果是这个理论派，可能要找另外的理论派，这样子才能制衡，因为基数这个判决才是对的。那同样的情况，我如果引用到我们的司法未来的司法独立性来讲，如果现在同质性这么高，同质性这么高，请问如何司法独立，如何公正、合理、客观的判决？谢谢。谢谢聂教授，接下来请汪明生教授发言。副院长，在场各位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想前面几位哈，基本上大概都有相当程度的论述，那我这边希望再做一些补充啊。那因为我是服务在南台湾，我本职在中山大学，那大概从过去30年，就是台湾解严以来的变化，那当然很多面向现在几乎都可以去回顾啊，因为我们前天看到蔡总统在国庆里面啊，大概琢磨是在内政跟改革啊，那至少这几条我们是完全认同的。但是我个人长时间至少从南部来看，容许在这边讲可能比较突兀的一句话啊，我个人的看法是，台湾的南北是30年遗留下来最大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今天谈的是大法官啊，并不是行政部门。或者是立法部门，但是行政部门呢，大概讲它不我们的制度它并没有很明确、很稳定的任期，就变得很多的部分呢，几乎都很难做长远的一个思考。那立法部门容许讲，几乎在选举就选民人口跟参选人、候选人、当选人之间，它已经是个稳定结构。那我们今天看到大法官，那大法官他。有比较明确的任期，而且他不会那么多的过度的考虑这个选举，再加上现在中央地方基本上是同一个政党，那我们希望能不能把握在这个时机，能够至少在台湾本身的内政有一些比较大的议题，几乎30年下来，出于种种原因都无法比较有效的、有力的去琢磨。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当然，刚刚比如说聂教授讲啊，这个司法它应该要独立。那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同一个政党，可能行政、立法，假如在司法的部分都能够从真正的改革啊，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用发展或者叫开放啊，因为我在南部的长时间观察，南部非常的闭锁。那现在看到的几个指标，就是以高雄为例吧，屏东应该也差不多，就是财政是很糟糕的，我想只要稍微关注的都有这个概念，可是好像束手无策。再一个，我个人非常关注的指标就是六都改制升格以后，高雄是唯一人口还在流失的。那流失当然是有就业的原因，有产业没有办法进驻。那这个是一个整个地方呈现出来的情况。那当然还是回到刚刚讲的，这个我们不能期待大法官的
任命啊，真正去对症下药。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说，这当中一个是也说明一种意图啊，也应该算是一种大方向的宣示啊。换句话讲，在法的本身看来，这几位的这个候选人可能也并没有太明显的专业上啊，我想可以去值得检讨的。当然在政治的立场啊色彩的当中，可能也可以不无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是包含台湾当然有原来的法界的基础，基本上是延续大陆法系，好像就不是以发展为他主要的琢磨。但是我个人还是有机会来这边，讲得不当当然请大家参考而已。台湾应该要大的翻转啊，如果再延续一直这样下去，台湾内部都有太大的失衡，那这种失衡付出太大有形无形的代价，那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台湾的长久之计。那当然还有外部的啊，外部的几乎在这个场合，我想我个人并不打算多琢磨。那至少我们在南部所看到的，不是光经济滞后啊，它的开放跟多元程度也极端不足。南部长时间没有不同观点，我在这边讲我负责的话，我所服务的学校基本上也不太有机会去公开这种讨论比较重大议题或者呈现不同观点。以高雄为例，完全没有不同观点，那这个讲得很严肃的话，根本不民主，根本不民主。那只是一个投票选出来，然后现在当然我们也都是祝福，但是现在就在一个历史的几乎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瞬间，能不能把握这个时间，能够把我们的决心展现出来啊，能不能在人选的提名上比如说更开放。因为现在看到当然有毕业的学校，比如我们在书面资料看大概都是台大政大啊，台大政大都是好学校，但是是不是可以再开放一点，在这些法学素养专业上能不能比如说加入财经，不一定是在专业上，而是在过去可能他的关注他所呈现出来的，比如对于城市地区或者人文社会，比如说青年议题啊等等，有没有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涉猎跟关注啊。因为这个还是必须讲，是很多东西都有历史的一些遗留，但是今天已经到了我想应该是比较可以有一个大的翻转的机会。那当然大法官只是当中一块，但是既然来到这边，我们呼吁是不是期待大法官也可以呈现出来一种决心啊，呈现出来一种意图，能够让更开放更多元啊。那我们还是要讲台湾的南北，新竹以北大概没有什么大问题，新竹以北当然比较稳定为上，但实际上当然历经过去的这几年啊，这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台北呈现或者在台北发生。可是在新竹以南，现在不是光左水西南，新竹以南几乎越来越同调了。那我在那边待了30年，那我深深以为忧啊。那我大概其他比较细节的部分，我想我在这边也不想再花太多时间啊。我还是希望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把我所看到过去30年，如果这个能够翻转，那台湾不论将来外部怎么变化，本身怎么变化，那我们希望台湾从现在开始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那但是发展是必须要开放的，长时间在南部是非常不开放的。那实话讲，就几乎都是泛政治化，只是为了胜选，不求发展，不求开放。好，谢谢。谢谢汪教授，接下来请陈崇彦律师发言。副院长，各位先进，大家好，很荣幸来参加这个公听会。那因为我个人的经验，之前担任过检察官以及研究刑事法的经验，所以我侧重在这方面来看我们这一次提名的大法官人选。那首先，当然我个人是蛮开心的是，许宗力，作为司法院长的提名人。那因为主要的理由是在于他之后所提出的一些主张，是我们所期待的。那其中特别是裁判违宪审查的这个部分，那这个理由主要在于大法官的任务，他就是宪法的守护者。
而宪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基本权的保障。但基本权的保障反面来说，就是要抵抗基本权的干预，而基本权的干预不仅仅是来自于立法行为，也包含非立法权的其他公权力的干预，特别是裁判本身。那裁判本身他如果适用法律的过程当中违宪，那这时候依照我们现行的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他是没有办法救济的，就变成法律本身，刚刚林教授也已经很清楚的点出来，裁判法律本身没有违宪，但裁判适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没有注意到个案的比例原则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大的问题，你对基本权的保障就是不足。而这部分我也想要特别针对这一次的大法官的提名人，也特别想要呼吁的一点，就是如果往后开放裁判违宪审查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同时注意到，要及时的更扩大使用暂时处分、暂时的权利保护救济机制的这个途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法官历年来的解释，对于暂时处分几乎都是不做的。我记得有做的大概是个位数。那但是往后，在允许裁判针对裁判本身，也就是说，比如说法院下了一个裁定，而这个裁定针对一个重大的人身自由的干预，比如说羁押或者是搜索扣押等等，好，那这时候已经结合到他可以向宪法法院提起违宪审查的时候，同时大法官也要意识到，及时的权利救济保障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部分我想要一并的呼吁。那当然，另外我也好奇的是，应该说我也期许的是，法规的制定跟施行当然要相当的时间。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应该要努力的方向的话，那在法律制定生效之前的这一段期间，大法官如何透过个案违宪审查的时候，就把应该具有的规范的精神落实到他所解释的解释，他所做的解释当中，我想这是令人相当期待的。那我们以新进的一号四至七三七号解释为例，事实上这一号解释，这是在我前一阵子参加的樱桃会，那申请人那边也有表示，这一号解释他所针对的违宪审查的对象，不仅仅是羁押被告能否阅卷的问题，而是整个侦查当中被告以及辩护人能否阅卷的问题。好，那大法官或许应该意识到，我们的刑事法的规范，不管是实体法或者是程序法，对于人权保障，相较于一些欧美先进国家，他们的基本的标准都有相当的落差。好，也就是说，以德国刑事诉讼法147条来说，原则上所有的刑事诉讼的阶段都应该允许阅卷，那只有在侦查中，基于特别是为了避免另案侦查的必要，这时候才加以限制。但是到了羁押的时候，原则上又应该允许。但是我们大法官第一个在受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他自我限缩，他将审查的范围从整个侦查中的阅卷限缩到只有羁押审查的阅卷，而羁押审查的阅卷又再度限缩，包含妨害另案侦查等等，还有许多都还可以再限制，即便被告已经被羁押。好，那换个方式来说，有一些应该正面表列允许被阅卷的，包含被告的讯问笔录、包含鉴定报告等，这些很可惜的都没有具体的列出来。好，那我是希望在我们法制还有相当的不足的情况之下，大法官或许该更积极的一点，好，而不是到了最后的一道关卡的时候仍然如此的被动。那当然，这也衍生到整个侦查程序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枢纽，侦查的品质跟成败影响了审判的后果。那如果在侦查当中没有赋予
特别是辩方、被告这方面足够的程序的保障，那整个天平就会倾斜。那但是在现行不仅是侦查的阅卷，包含其他辩方、或者是辩护人，他对于可以去独立取证的相关的措施，老实讲都付之阙如、比如说一个鉴定人 的申请，那现行刑事诉讼法就只有规定只有法官跟检察官可以选任，那假设这个个案当中有涉及到专业问题需要由专家来做鉴定的时候，那由辩方独自去委任的一个鉴定人所做的鉴定报告，他可以在刑事上就被排除。那当然这个是不符合公平审判原则或者是武器平等原则的要求，那这些事实上都是法治国基本原则的要求。那另外一点我也想要讲的就是说，事实上 我国特别是刑事法这个规范还存在许多规范不足的地方，那所以这里我也期许大法官他能够更积极的一点，把一些规范不足的情况的问题点点出来，不管是刑事制裁的层面、刑事执行的层面，以及对此的一些救济的层面都非常的不足。刑事制裁的层面、比如说我们对照德国的，他有保安监禁，他专门针对那一种有危险性再犯的人，那他可能有精神上的问题或其他，但是你恐怕不能用有罪与否用刑法来加以制裁的时候，这时候特别是需要保安处分来加以补足他的，来处理他的危险性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刑事执行阶段，以我个人曾经担任过台北地检署执行检察官的经验，我们在保安处分的机制以及资源的投注是非常非常的不足。我举一个例子，以监护来说，监护主要是针对有精神疾病方面他们从事犯罪者，那因为他欠缺责任能力，法院不能做有罪的宣告，他只能对他宣告监护。但是监护法律是并不一定强制监禁在某所谓的精神病院、他还可以在其他的适当处所。而现实情况是，假设一些可以限制自由的这些医院的病舍不足的话，那这些有再犯危险性的这一些人的精神病患，他可能就只能安置在家中，那我们就只能祈祷他不要再犯罪。那事实上这种规范不足以及资源投注不足的情况都非常的严重。那另外就是相应的救济机制，我们用即使包含假释等等的情况就是如此。原则上像这一类跟刑事案件有关的相关决定，即便已经判决确定在刑事执行的程序阶段，以德国来说，这些其实他们会有一个一般的救济机制，透过他们的法院组织法的施行法23条以下的规定、你是可以向邦的高等行政法院，他们是由刑事庭来处理这些刑事执行的这一些处分是否适当的问题。但是我国现在对于刑事执行阶段的规范严重不足，使得这些到最后要救济的话却去跑到行政法院去，一个对刑事案件相对没那么熟悉的法院。我想一个合适的救济途径应该是蛮必要的。 OK， 那最后当然我也希望说，像许宗立院长他也希望，他也提到说司法院应该审判机关化，而应该要逐步的取消他的法案的提案权，但现阶段刑事诉讼法仍然是由司法院来当作他的主管法规。那这些有一些涉及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是这样的修正某种程度会加重司法院或应该说 法院或法官的工作负担的情况之下，我们期许有审判经验甚至有司法院的经验的大法官提名人能够更中立的看待这些司法院所主管的法规。谢谢大家。谢谢。公听会邀请之学者专家都已发言完毕，现在进行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每位委员发言时间十分钟，在第一位苏巧慧委员发言之后，我们先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再继续进行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现在请苏巧慧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学者、专家、先进，今天全院委员会针对五位大法官提名人行使同意权案召开公听会。我想我们都同意大法官是宪法的守护者，所以是否适任确实应该要考量他的意识形态，在这里不只是指政党的意识形态，而是指过去面对各种事物的价值取向以及作为。那我想从这个面向来看的话，各位刚刚谈到多元确实是重要的，各位的意见也相当宝贵。不过我想如果制度不佳，再好的人选都没有用，所以今天本席有若干问题想要请教专家学者。各位专家学者都知道，现行的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是在1993年因应第二次修宪而修正，但1993年后宪法增修条文又数度修正，所以大法官增加了审理总统、副总统弹劾案件的职权。不论是从大法官职权的增加，或者是大法官运作的实务经验来看，这部只有35个条文的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实在是过于简陋，本席认为实有全盘检讨修正的必要。不过要怎么修正才能符合宪政秩序，又能促成大法官的顺畅运作，本席在这里要特别请教各位学者专家，这是第一部分。然而事实上我也看出来，就是在本院第八届第三会期，司法院就把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可惜本修正案没有顺利三读通过。在司法院提案总说明中有提到，大法官审理案件的方式及程序有全面司法化、法庭化之必要，大法官审理案件该以法庭之形式，不会再以会议的方式为之。但如果我们来看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第4项的文字，也就是司法院大法官除依宪法第78条之规定外，并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政党违宪之解散事项，我们可以看到宪法法庭应该专用于审理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政党违宪，大法官在行使宪法解释的职权时，是否仍应该以会议的方式行使之呢？本席认为宪法解释和审理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政党的违宪解散事项性质上毕竟有别，前者仅有申请人并无相对人，后两者则具有审判的性质，这是本席对宪法增修条文的看法。当然如果将来引进宪法诉愿制度，大法官审理此类法案确实有法庭化的必要，因此如何将单纯解释宪法以及审理其他案件来区分，这可能需要再斟酌设计，在此请教各位委员高见。再来，德国基本法第93条规定，任何人认为公共权力机关侵犯个人基本权利，或侵犯本基本法第2条、第4款、33条、第38条、101条、103条、104条规定的权利之一时，任何人都可以提起违宪申诉，因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设有宪法诉愿制度，韩国宪法法院也有类似的制度，那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却没有这样的制度。但本席认为视线范围放宽，引进宪法诉愿制度，不但有助于人民权利的保障，也能提升大法官的功能。但据本席的了解，司法院对这样的制度似乎还是相当的排斥。最后是评决门槛，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很多，本席支持评决门槛降低，因为现行制度无论违宪或合宪都必须有2/3的多数同意，门槛显然过高，本席建议降为1/2。当然这个降低门槛目前司法院也是抗拒的，所以如果司法院的主流意见对于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的态度是保守的、狭义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在增加这几位大法官后就让司法院的态度改变呢？当然如果立法院将来审查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通过的话，通过的法案内容还是要取决于立法院的多数意见，司法院就必须要遵守。不过如果能够促成司法院的态度是开放的、积极的，本席相信对司法改革才会有更大的帮助，这是本席今天提出来的意见，谢谢。
好，谢谢苏委员。我们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继续进行审查小组委员之询问。现在休息。那个，我们的那个咖啡跟蛋糕，嘿，给各位专家学者。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审查小组委员之询问。我们先请蒋万安委员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主席，还有对面许多的法学先进前辈，很多专家学者，以及在座的各位同仁，大家好。首先，我想今天我们在这场公听会是针对我们总统提名的大法官被提名人做的审查。我想大家都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大法官肩负着国家宪法以及法律统一解释的一个重要的责任，所以因此也被称为宪法的守护者，主掌台湾整个宪政体制的走向。最近几年大法官发布的一些释字，其实都体现了整个台湾民主社会进步的一个力量。比如说大法官释字739号针对都市更新条例，也就是士林文林院的这个案子，包括释字737号刑事诉讼法被告侦查中不能阅卷宣告违宪等等，这些都代表着我们宪政体制的一个进步。不过也有一些引起争议的一些释字，比如说被批评有性别歧视的祭祀工业派下员释字第728号等等，我想显示新任的大法官人选对于台湾宪政走向的一个影响力，加上每一任大法官他任期8年，所以我想大法官提名人选进行严格的审查，我想这是全民的一个共识。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受到总统政治倾向的一个影响，我想在各国的经验都可以看得出来。举例来讲，本席比较熟悉的美国美国大法官的历次任命记录，可以观察到共和党的总统基本上大部分提名倾向提名保守派的大法官，那民主党的总统大多会提名自由派的大法官。那也就是说，这样高度政治性的任命，国会审查势必要非常的严谨。我们大法官的审查制度将会决定我们想要什么样子的大法官，也决定我们国家未来政治、经济或甚至社会层面发展的一个走向。今天我坐在这边，从上个星期的审查的这个公听会到今天立法院办的第二场，我其实一直在思考，我们对于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审查这个严谨的程度到底可以做到多大。目前为止，立法院这一次我们在审查大法官的被提名人，总共办2场的公听会，个别大法官的审查质询从明天开始针对7位大法官我们也办7场。那很多专家学者立委提出不同的观点跟建议之后，其实并没有办法很实际得到这些大法官被提名人的一个正面的回应。当我了解现在很多民间的团体或其他党派，他们有提出一些问卷，那也得到一些被提名人的答复，但仍然有一些被提名人并没有回复。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办的这场公听会，我认为很可惜会流于形式。比如说从上星期的第一场公听会到今天这一场，我所看到的变成是大家和各言而至这样的一个状况，更不用说大法官提名开始到10月25号投票，这中间只有19天而已。那我们的书面资料审查，就是7位被提名人的提供的书面资料，上网公开的总共只有136页，平均每一位被提名人他提供的这个书面资料，我们上网可以看到的不到20页，只有18页左右。好，所以整个过程会显得比较草率，不够严谨。那接下来我就会举美国的例子，我们来看。好，我认为国会审查的方面与提名过程相近的美国相比较，我们立法院在大法官提名人的审查过程中的权力制衡设计是明显不足。
举例来讲，美国的大法官审查制度是所谓的两阶段审查，也就是当总统提名大法官人选之后，会先交付司法委员会来审查，交给美国的 Judiciary Committee 先在司法委员会进行严格的听证的审查。所以委员会通常会要求被提名人第一个先依据他们制式的一个问卷，一个 questionnaire， 要求每一位被提名人详细的填写这份问卷。所以我也做了一个比较，我实际去看了这七位被提名人他们提供的书面资料，目前放在这个会议室里面。那基本上也只能由立委本身去查阅去查看，甚至我们的助理都不能进去来看。那相较于美国他上网公开的资料，光是这一份制式的问卷，其中包含了几项是我们没有的。第一个，过去被提名人在各个报章杂志、电视、广播采访所发表的所有言论，还有被提名人他过去所经手的诉讼案件，也就是说不单单只是他是否担任这个案子的主要承办律师，如果是他所待的事务所过去所经手的这些案子都必须要揭露。以及另外一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潜在利益冲突的资讯揭露，包括列举可能造成潜在利益冲突的家庭成员、政党、诉讼类型及财务安排等等。所以在这一次我想大家比较争议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于黄瑞明律师他被提名，可是他的太太刘美女律师刘美女委员现在是担任我们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招委，这个其实就有潜在的利益冲突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可是我认为即便有这样的冲突，我们事先都应该要做充分的资讯的揭露，也就是在书面这被提名人提供的书面资料里面就应该要来揭露这样的资讯，也让我们在国会进行审查的时候能够严格的把关。接下来我想在美国的制度司法委员会他们在审查举办听证，他们的证人被提名人对于他的证词是负有刑事责任的，所以如果在听证会上说谎拒绝回答都有可能有伪证罪，甚至在美国有藐视国会罪的刑事责任。那回过头来看我们台湾今天跟上个星期这两场公听会，我们被提名人不用出席以外，当然在明天开始审查会即便被提名人他会出席也会接受我们个别委员的质询，但是每位被提名人只有半天的时间。去年的情况甚至是每一个立法委员15分钟质询全部的被提名人，所以立法院也没有针对相关的证人文件调阅的权利都没有。所以无论是时间的长度、审查的严谨度、深度、广度，相较于美国或其他国家都显得比较轻率。所以上个星期的公听会我也看了全程的转播，所有的专家学者都有发表不同的看法，可惜比较没有交集，对宪政改革的帮助也是非常有限。过去大法官被提名人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面对重大的议题包括死刑、同性婚姻等重大议题均含糊其辞，没有办法让民众很深入了解未来影响台湾宪政的大法官究竟是不是人。所以我想接下来我还是希望借由今天的机会提出几个重大的议题，也希望我们几位被提名人能够提出他们的态度跟表达一定的立场。举例来讲，安乐死在我国是否应该合法化？目前全球其他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等都已经合法，已经对安乐死合法化。那对于无法治愈或承受极大痛苦的病人是否有权来终结生命，是否在我国受宪法的保障，以及最重要的
同性婚姻合法化，我也希望我们的被提名人都能够在这次审查过程能够很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立场，以及对于我们上个会期通过的不当党产条例条文中有些欠缺正当法律程序，甚至有违反法安定性原则的条文，大法官候选人能否表示他们的见解与看法等等。我想这些重要的议题，我希望我们的大法官被提名人都能够很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立场跟态度，让我们国会甚至全国的民众都能够很清楚地了解未来我们的大法官究竟是不是任在这个位置上，对于我国的宪法，对于我们的法律能够做统一的解释，因为这会影响到我国未来在各个层面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走向。以上简短的报告，谢谢。谢谢。接下来请陈曼丽委员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好，副院长、主席，还有就是对面的几位的这个学者哈，我想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做这个公听会，其实我相信学者对于这个大法官的想法都已经提供很多的意见。那我想说在这个司法院设置个大法官呢，他主要的职掌应该就是在解释宪法，还有法令的统一的解释哈，还有就是说违宪政党的解散的这个任务。那如果依照这个实务的运作呢，其实大法官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保护我们人民哈，就我们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果受到一些侵害的时候，我们会相信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公权力会来保护我们，透过一个判决影响我们大家的生活。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大法官呢，他能够真正的保护我们的人民的权利，然后让我们人民能够得到一个最后的救济的一个管道。当然大家很不希望走到最后一个步骤，可是呢有些时候是不得已，就是他法律的程序就是要这样子走。那当然大法官他会有一些的解释，那这个大法官的解释呢，他会拘束到全国的各个机关的这个效力，然后也会对这个后续的一些法院的判决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的作用。所以很多的律师们在做他们的案件的这个审理的时候，常常除了翻六法全书之外，我也经常看到会去翻阅一些的这个大法官的一些的解释的资料哈。所以我想说在这边我对于这个大法官这一次的提名人，我觉得就是说在品德的操守啦，或者说在这个专业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这个部分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差异，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的好。那在人文的社会的科学的素养的这个部分呢，我想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差异度哈。那以我自己本身来说的话呢，我对于这个大法官的这个期许哈，我会希望就是说第一个是大法官本身的这个人权的理念他要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在台湾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不同的这个领域的人权的议题，我们希望大法官们能够开放的态度，然后他可以娴熟的了解台湾的这个主张，甚至呢台湾一向都在说我们是一个人权立国的一个国家，那我们也很希望透过这个大法官的这个就是说他对这个法令的一些的解释能够让我们落实到人权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也会在民间这样子跟很多的不同的团体在做一些的互动，我们常常也会看到就是说人民他不见得都是一致的哈，人民还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比较优势就是说他的社经地位啦或者学经历啊会比较好一点，可是呢还是有一些的弱势的，我们觉得是说法院法官他在做这个部分他其实是要保护的是最基层的人民都能够得到相同的保护，当然这个东西不是说平均起来就可以了，而是说我们在最基层的那个部分都能够做好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够让我们大家在这个人民的权利上面得到应有的一些的关照。那当然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会谈到的弱势的人口哈，那或者是弱势的团体的主张，甚至呢有一些的原住民或者新住民，他们可能对于国家在整个这个就是
大法官的这个掌管的一个法律的解释的这个部分呢，都很希望是比较倾向于照顾弱势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所以呢，弱势的人不会因为他的弱势而受不到国家的法律的特别的一个关照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我想要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性别平等的这一块哈，因为呢，我们现在在各级单位都已经提出来，就是说，性别的比例，任意性别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就是说，台湾目前因为我们现在的总统已经是女性哈，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是说，台湾现在好像是那个性别已经跨进了一大步哈。可是我们都知道，到达一个理想的目标，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哈，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努力。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的大法官们可以在这个性别的意识，或者是说性别平等的观念上面，他们都能够非常的落实哈，然后能够尊重一些的这个人民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多元性别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是说有一些的裁判，就是说法院的判决，他可能是因为性别的观念上面的不够完整或者不够正确，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在大法官的这个阶段呢，能够来导正一些的偏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第四个我想谈到的是有关于环境人权，因为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环境的议题日渐受到国人的重视。那当然是说有一些的地方它可能是环境的一个受害者，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它可能是环境是好的，可是呢看起来有一个危机会来产生，然后会伤害到我们的环境哈。那当然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几个大台风都造成台湾各地的这种伤害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的人身体受到一些的伤害哈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在环境的人权的这个部分，也希望我们的大法官能够在这个部分能够特别的重视。包括我们期待往正向的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留下可持续使用的这样子的环境给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那这个其实也是国际上面都在谈的有关于这个世代正义哈，就是说永续发展的世代正义，它其实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享受完毕就可以了，它一定要有留个好环境给我们的下一代。那另外一个比较是消极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对于破坏的行为是不是能够给他们一个强烈的处罚，然后让这些破坏的行为或者想要破坏的人，他们可能就不敢，或者他们不愿意，或者他们不能再继续破坏。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环境人权现在因为我们都说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地球村嘛，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全世界全球都在谈这个问题。那第五个部分是有关于就是国际上的这一个部分哈，因为我们看到国际上面就不断的有一些的人权公约的提出，甚至人权公约的提出之后呢，也会有一些的解释哈，就是把这个人权公约解释的更符合全球的一个期待。那我是希望就是我们台湾的大法官们也能够确保我们国家的这个人权的政策，而且也希望这样子的人权政策能够跟国际接轨。如果能够跟国际接轨的话，我想我们走到哪里可能头都可以抬得很高，表示说我们真的是一个人权立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跟国际上面做一些的评比，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连结的时候呢，大家也都觉得是说我们台湾是在水准之上。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是非常需要我们的大法官在未来的这个部分呢能够更加的落实。那我想是说人权的落实的部分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不管他的位阶是在哪里，我想这个也都是国际上面的人权公约都会特别讲到的。甚至人权公约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是在保护这些的弱势的人口，包括身心障碍的啦，或者是说他这个小孩子儿童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想说这个人权公约的范围是蛮广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大法官能够让我们台湾能够落实这个部分。最后我想提出来的是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性别平权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在大法官的这个执掌里面能够让他落入到他的本身的概念，还有他的这个
就是在写这个大法官的这个解释文件的时候呢，他能够真正的表彰出来，而不是说啊，对我们有人权，然后呢，我们有性别平权，可是呢，他怎么样才能够去展现出来？我想这个也是我希望这个学者们哈，可以在这个部分能够帮我们更加的提醒哈，提醒我们的大法官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做移动。另外，我想要提出来的是有关于人民参与，因为我们知道是说很多大法官都是在这个他的那个这个立法院的殿堂里面呢，他大概就不太能够跟老百姓接触哈，所以我们就是说老百姓是怎么样能够参与到这个部分，他是要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要件哈。那当然有可能是说人民参与，他可能是直接的关系人，或者说是说社团，那或者是说他不是直接的关系人，可是呢他因为他认为他的意见很客观，他也能够提供这样的意见，能够让这个大法官在审他的案子的时候，或者在解释他的案子的时候，可以把人民的意见也能够把它纳入。有人提到就是说，我们台湾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大法官就是说能够有一些的开庭的机制，能够让不同的人他都能够来参与，我是不太了解说这一块是不是我们在现阶段已经成熟，可以往人民参与的这条路上走。以上，非常感谢，谢谢。谢谢。接下来请陈赖素梅委员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好。上周我在司法院院长副院长的公听会上提到，有些民众对台湾的司法目前的现况，普遍都批评是不接地气、恐龙。所以呢，借由本次的公听会的举办，我也希望把握机会，进一步向五位大法官及各位专家学者扼要请教。五位大法官提名当中，被报章媒体评论同质性相当的高，出自特定团体、事务所、政党智库，甚至被甚至被批评司法改革将成为一言堂。面对如此严厉的批评，我们当然要做更谨慎的进行讨论。在这里，我想要请问我们在场的专家学者，特定团体出身的大法官过半数，那么大法官的超然独立是否会受到挑战？第二，而在媒体上，对于律师转任大法官的状况也多有评论，认为从专业的律师政商关系盘根错节，如果直接转任大法官，可能会有踩红线的疑虑。而以美国为例，美国一般是最优秀的律师先任地区上诉法院的法官，达到一定的年限，冲淡其律师的身份了以后，避免利益冲突发生的可能。对于请教各位，现行我国的制度是否有调整的必要？另外，五位大法官提名人都有丰富的学养经历，但部分大法官提名人却欠缺从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的实务经历，这样对于未来的大法官相关执行权责的时候，又是否会有局限？希望我们不要期待司法改革的大法官们，却又选出了与实务有差距的天龙人。我想，一个国家从威权统治走向民主，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必须追求转型正义。转型正义有几个标准的程序：真相披露、司法就责、被害者平反、人事清查、消除威权象征等。台湾的转型正义已经迟了很久了，特别是司法体系的转型正义。我们看一下两德统一之后，为了不让东德独裁政权下的司法人员有机会再次伤害人权与民主，就把所有的司法人员解职，重新招聘。台湾过去戒严时期曾担任军事审判军法官，现在可能还留在司法体系担任地院的院长，或转任律师，或是转任公职等等。
这些人大多仍保有独裁时期的训练与思维。如果说他们具有宪法意识，有多少人会相信？如果让他们继续留在政府体系内，转型正义能落实吗？常有一种说法，处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只有服从命令。但以白色恐怖的刑事案件为例，有些法官判了上百个死刑，然而还是有很多的法官判十年以下。当然，每个案件的事实认定、起诉的法条、量刑都不一样，但并非完全没有选择的空间。因此，每个人的责任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去厘清过去他们在整个体制中的位置、层级，做了些什么，该负什么责任，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上，该怎么处理。大法官身为宪法的守护神，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对转型正义的精神有所认识，才能期待台湾转型成为更民主、更成熟的民主法治发展。所以对此，本席想请教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独裁时期的司法人员对于这些案件的调查，是不是应该厘清应该负担的责任？我们能有什么相对应的措施？比方说调职、剥夺公职、不给退休金或由司法机关起诉。未来若要追究相关的责任，是否需设立由司法院独裁，是否需设立由司法院管辖的专责法庭，还是普通的法院即可？今天的公听会结束后，接着就是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及五位大法官提名人的各自询答。我诚恳呼吁提名人能正面回应提问，不要回避。作为司法改革的第一里路，我相信这样才能取信于人民。我来自于民间，所以我听得到人民的声音。我在这边也希望我们这些被提名人能够倾听民意。我们的政府就是为了人民的存在而存在，不是吗？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些大法官、这些提名人能够真正的落实人民需要的大法官、人民需要的司法人。以上，谢谢。谢谢。接下来请许淑华委员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主席、各位委员、以及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午安。那在这里呢，我提供我个人的意见，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大法官的询问当中可以得到一些的答案。大法官的会议为我国重要的宪政机构，除了可以组成宪法的法庭，负责审理政党违宪和正副总统的弹劾外，和一般人民最相关的职权呢，就是解释宪法。那大法官做成的解释呢，也具有相当的宪法的位阶，直接影响着我国司法的体制。因此，大法官的人选呢，是绝对的慎重考量的。那司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其实是全然不同的，那不容把前两者政党轮替、蓝绿对决这样的概念引入司法权。况且，台湾的司法如果以身是做不了责的话，那么我们又能够奢谈转型正义跟司法独立呢？蔡总统在九月一号提名后，被提名人许忠立教授撰文说明，认为应该以四年为度，理由呢是总统及立委的任期为四年，大法官卸任前无从预见总统或立委执政党可连续执政，故任期内讨好政党或总统的风险大为降低。此说当然有它的合理性，相信也可以获得法界不少人的支持。不过这次的风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为了避免大法官执行职务有所偏私而禁止连任，那么大法官卸任后的立即出入是否更值得我们关注呢？
如果大法官未连任，却能出任由总统决定安排的位置，为执政党的团队服务，这是不是更严重的问题？是否会有大法官为谋日后的出路，在行程会议意见时多半有所顾忌，未能坚持理念？历年来大法官卸任后出任行政院的官员其实 并非没有先例，那这种影响三权分立的现象恐怕是我国大法官制度史上的一大缺漏，比起现在争议的在任的问题更加严重。未来我国若要修法解决大法官旋转门的问题，应该要名列卸任后不得出任的工作类别，以落实大法官的中立性与独立性。目前提名的五位大法官中，就有三位长期与丽云关系非浅，如新台湾人智库董事长许志雄，曾主张两国论的黄昭元教授，黄瑞明更担任民进党党内的仲裁委员，任职于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兼所长期间呢，就曾经帮鼎新辩论过，在面对关键的解释或弹劾总统、政党的违宪解散等问题的时候，立场是不是会有所偏颇，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大法官依照职权需超出党派之外，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其职权主要在于审理以下的四类案件，其一解释宪法案件，其二统一解释法律以及命令案件，其三总统、副总统弹劾案件，其四政党违宪解散案件。因此除了本身要具有解释法律的功能之外，更负有总统、副总统以及政党违宪解散的职责，所以呢，他的任期限制本身就具有节制权力的考量。这波大法官的人事提名不仅遭受法界讥笑为青绿律师事务团帮大举进军，司法实务界呢更对民间的司法团体呢司改团体影响力惊人表示惊艳。我们可以理解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带有特定政治的色彩，并对若干的议题有特定的立场，其实并不意外。但是如果用粗糙的做法，不仅玩弄文字游戏，更帮特定人士开后门，其实也算是空拳绝后啊。那在被提名人的身份上，黄瑞明、詹森林都以律师的身份直接转任大法官。请问日后会不会遇到曾经辩护的案子是否有违宪的问题？这部分由律师转任大法官，涉及立法以及司法的权力运作，是否有回避的问题？美国、德国都没有律师直接转任大法官的做法。那美国一般呢是让优秀的律师呢先任地区上诉法院的法官，达到一定的年限，充当其律师的身份，才能转任大法官。那德国呢则是完全禁止律师直接转任大法官。先进国家的考量都是在于大法官本身是德高望重，违宪审查攸关于国家的政策与全民的权益，要避免身份冲突的可能。那新政府呢为了落实公民参与，因应南铁东移案的审议呢，公民团体要求举办土地征收听证会，让民众有机会好好的陈述意见。内政部部长叶俊荣更是表示，听证呢是指有被听到的权利，希望率先建立听证制度，落实公民参与。如果落实公民参与是新政府的政策目标，规范人民权利义务 的法律呢，要做违宪审查工作的司法院大法官，难道就不需要公民参与吗？增订听证机制，让大法官同意权审查更加全面，更彻底保障人民的权益吗？我们并不是质疑大法官被提名人的法律专业，我们只要求大法官的提名名单不要陷入偏颇、不够全面的无限回圈，这样才能够秉于职责、本于专业，回归大法官的本职，这才是提名大法官时应该被注重的部分。大法官被提名人有多位长期担任绿营智库要角，并且与绿营交情匪浅，真的有没有办法跳脱政党的立场，公正客观地执行大法官的职务吗？另外，关于目前法官的多元禁用制度，以及法官的职权训练以及在职的养成，大法官被提名人也应该表示自己的意见。我国法官任用自采取多元禁用制度后呢，目前已通过司法特考后进入司法官学院受训，合格后派任，以及律师、检察官、公社辩护人申请转任。那么经过遴选通过后呢，进入法官学院受训合格后会派任为最大的来源。然而在多元禁用的制度实施后，虽然每年确实都有一定的人数，
律师转任法官，让法官的来源渐渐的有多元化的趋势，但在运作上似乎是不如预期的顺利。何以律师转任会出现上述无法足额录取的现象呢？是现行转任的征选程序有所缺陷，难以为国举才吗？还是现行的制度对优秀的律师转任法官欠缺诱因，以致在宁缺毋滥之下只能够屡屡不足额录取呢？大法官又能够提出哪些具体的改善措施呢？在台湾，研究显示，无论一般的民众、社会精英或司法官，赞成死刑存在的，皆远远多过于反对者，约有八成的司法官不同意废除死刑。2010年后，完全不赞成废除死刑的比例，在历代的调查中都超过五成。也就是在2010年后呢，台湾全国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死刑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够废除的。另外，在2010年，有 74% 的民众是支持死刑。2012年做的民调则有显示 76.7% 的民众支持死刑。此外，有研究者认为，有些司法官和学者之所以不同意废除死刑，或许是因为觉得废除死刑的时机呢尚未成熟，未来死刑的议题很有可能成为视线的讨论，大法官也应该公开表示对于废死的立场。大法官被提名人是否赞成废除死刑？死刑是否有违宪？如果废除死刑，应该有何种的配套措施呢？蔡总敦对于法官评鉴制度以及针对民国99年高雄甲仙六岁女童性侵案，一审法官轻判惹起民怨后作出评论，认为评鉴的实施应顾及法官的尊严。大法官认为法官评鉴制度与法官的尊严究竟是谁重谁轻呢？如果多数的舆论认为有不适任的恐龙法官，司法院未来能够提出什么样新的机制筛检审查？那么甚至定期的汰换不适任的法官，如果有幸成为大法官后，大法官们是否愿意接受外界的评鉴？司法必须独立，不受政党以及任何因素的干扰，进行独立审判。一般法院法官都需要严格的标准来检验，牵涉到解释法律是否违宪，并拥有对总统、副总统弹劾权的大法官，难道不需要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检验吗？以保障我们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次所提名的五位大法官符合大法官的资格是什么？有多少人符合条件？总统府应该要公布评选 列名的名单，有多少入选的名单？评选的项目为何？得分的排名，中选的理由？那么所有大法官被提名人的改革目标是什么？对于目标司法的问题见解又是什么？都应该要公开的来向全民说明。那么新政府上台之后将转型正义列为重要推动的施政方向，可是我们却看到转型正义变成了政治清算的工具，优先处理不当取得党产的条例，但是跟民众息息相关的土地正义问题却是视而不见。转型正义不应该只是处理党产，而是面对民众基本的居住权，还有其他的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是相对的重要。其中我要提到新政在这次的提名的大法官当中，有六位是台湾大学毕业的，或者是台大的教授。在南投，我们有一些的转型正义的问题是跟台湾大学有相关的。如果在处理这样的转型正义的经验当中，碰到所谓的既得权的保障问题，对于三一第三人的财产，以视线者的角度，大法官们又会如何来解决？谢谢。谢谢。接下来请王定宇委员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谢谢副院长。因为时间很短，我就不一一称呼。我今天想先从2016年5月24号《天下》杂志的民调开始谈。那一份《天下》杂志的民调，我相信如果司法界的从业人员看了，应该要有感觉，应该要有一丝羞愧，因为在全国的民调里面，最不被信任的人叫做法官，有 65.4% 的人不相信台湾司法界的法官。这个问题是司法院跟我们一起要共同面对，当社会最后处理纷争，最后处理问题最文明的司法制度不被信任的时候，这是一个信任制度的崩解。所以如何重建司法的被人民的信任，其实是从大法官以降每一位司法从业人员应该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那本席在这边提出几个问题，就教于即将接任的各位大法官。第一个，
要建立人民的信任，应该从透明负责的司法开始。宪法法庭跟其他的法庭一样，能不能定期开庭？在英美，他们的大法官是每个礼拜开庭，定期开庭，那在不影响隐私，在不影响其他相关法律的运行的状况下，能不能采取公开庭？美国的宪政法庭是公开庭，能不能线上直播？不能直播，能不能像立法院过去一样，不用一次跑那么前面？能不能影音上传，让法官在做裁判的时候，要面对社会的基本的逻辑？那这一个制度能不能推行，让透明负责的司法可以被检验？第二个，要提高人民的信任度，是要有效率跟精实。效率的部分，我刚才提到，每周开庭或定期开庭，像以英美的大法官，美国的大法官只有九位，一年处理的案件是平均数八十件到九十六件。我们台湾的大法官有十五位，一年处理的案件16到17件，数量跟品质我们都可以拿出来检验。很明显的，我们处理的数量的效率是远远不及于美国的大法官。所以定期开庭，定期对人民释宪案做出一个及时的，不要拖延太久的数量，这也是提高信任度的一个方式。第二个，效率跟精实，我要提出的是，根据民国九十年，那已经是15年前，530号释宪文里面讲得很清楚。530号释宪文里面，他告诉我们，根据宪法77条规定，司法院是最高的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公务员惩戒是放在这里面。所以这个释宪文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司法院是最高的司法行政机关，它跟不管是大法官、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或者公惩会是分离的，也就是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跟最高的司法行政机关是分离的。而这一点在530号释宪文后面的说明中，他已经告诉你违宪。在15年前的释宪文，请你们2年内要完成这个相关的检讨修正，以符宪政体制。那个两年应该是在民国92年，现在已经是民国105年，所以就530号释宪文，把司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公惩会，把它汇成一个最高的审判司法审判机关。这一点，我们期待这一届每一位获得遴选的大法官跟司法院能够把这事情完成。那在精实的另外一面，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专业的商事法院。在世界银行 World Bank 2015年的各国经商环境报告第222页，里面评估各国整体经商环境，叫这个里面呢，189国，台湾排名第19，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呢，里面有个因素叫做 enforcing contract， 就是在执行契约这个因素，在189国当中，台湾排名第93。而这个因素，它侧重评估的就是各国的商事司法，还有专业的商事法院。那我们台湾曾经有些例子不胜枚举，比方说像中华开发并金鼎证券案，从2005年搞到2015年才有办法结束，10年。在商业环境快速变迁下，在国际化的快速变迁下，这个10年代表的是我们拒绝了国际商业的效率。又比方说收购经营权案，将近15年，大概一半以上的法官都碰到这个案子，到今天还没结束，这叫荒谬。而这个荒谬，如果我们这样的竞争力、商业纷争的排除，加上新南向政策可能会有其他的国际上的商业的问题需要裁判的时候，我们将如何处理？对照另外一个国家，这两天很热门的新加坡，新加坡2013年1月，他们的首席大法官公布了要成立
SICC， 也就是专业商业法院可行性评估，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2013年1月，2015年1月宣布成立。他不只成立了 SICC， 还为了扩大服务全球国际化的商业环境，他们还去修改宪法，让其他国家的法官可以在商事法庭纷争的两造同意下，让他国的法官到新加坡的商业法院、商事法院进行裁判。那我们台湾还要原地踏步多久？从我看过谢文定他写的报告，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司法院办过很多出国考察商事法院。当美国各州一个一个专业法院都成立的时候，我们还在评估，还在研究。所以我个人很期待这一次新遴选的大法官们，还有司法院未来的院长、副院长们，这个牵涉到的是国家竞争力，这牵涉到的是我们司法能不能让大家相信，而且愿意接受它是一个有效率的处理。它不止公正，它不止透明，而且它很负责任，而负责任包含了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有品质的审判跟裁判。所以本席今天从民调当中法官最不被信任高达 65.4% 谈到现在，其实很多问题我相信各位听了好几天，大概有些东西在重复。而司法的被信任或者司法的改革为什么对台湾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从威权进入到民主，很多事情可以用选票来做改革。司法这一块因为它专业的高强，它本来应该是最前进的力量，它现在成为一个最封闭保守的力量，而我们看不到审判背后的逻辑，民众看不到大法官释宪案讨论的过程，重要的案件法官有时候也很冤枉，莫名其妙被认为是恐龙。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到几点，我希望能够在这一任的司法院大法官们可以把它落实完成下来，让我们有一个定期开会的大法官的宪法法庭，让我们这个开会当中它可以被看见，它可以被记录，它是透明的，而且勇于向自己的主张负责任的。我们希望看见我们在专业的法院提升国家的竞争力，提升我们在国际经商当中我们的公信力，我们的专业商事法院不要在原地踏步，我们的智慧，我们法官的品质绝对不会输给新加坡。但是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的状况下，我们把问题都蹉跎掉了。我们更希望在530号释宪文15年前告诉我们，司法院应该是最高审判机关，他应该把所有的不管工程会相关单位整合在一起，让它成为一个有效率，让它成为一个审判行政合一的机关。我知道司法院曾经提出修法的案，然后在过去的立法院并没有去处理，我们也期待这一次可以落实释宪文530号。最后我期待这一次的大法官不只是专业司法的大法官，不只是道德良知的大法官，更期待是一个了解体察台湾脉动的大法官。祝福你们，谢谢。谢谢蔡委员异于之询问，已书面提出，列入记录。审查小组委员询问均已发言完毕，现在进行最后一个程序，请学者专家针对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提出综合答复。由于答复时间预定为30分钟，所以每位委员以6分钟为度发言答复。我们先请张菊芳律师发言。谢谢。好，我想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非常的期待，也希望未来大法官的人选能够具备这个性别平权的意识。这个性别主流化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策略在整个不管是从立法政策或计划，都应该有性别一个观点的一个评估那任何法案对男性女性都要同样的受益。在过去关于民法亲属编里面有很多这个性别不平权的法案，包括从子女的监护、夫妻的住所、子女的姓氏、夫妻财产制等等的
那也都借由包括妇女团体的努力提出修法的议案，或者是以申请释宪而能够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修正。所以我们期待未来大法官人选一定要具备性别平权的意识。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这个委员们提到在对律师这个部分，我想是有些误解。我在之前的第一次的说明里面也说到，就是说其实我认为这个是外界不熟悉律师担任大法官在法治上的目的以及意义哦。因为律师在帮当事人辩护或者是说诉讼代理，这是他一个工作上的一个职责之所在。好，那不能以我想不能以他曾经服务的单位或者他的案件而一定产生所谓的关联性，而因此作为评断或推论的依据，这个是过于简化律师从事法律服务投注的一个心血。好，我想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个偏颇的部分。而且律师的部分，我们在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好已经明文规定，是律师是大法官这个符合大法官资格人选。好，这就是一个多元希望呈现这个在不同职业不同经验的人有一个多元的观点。我想再次也提到，包括德国的联邦宪法法官都有由律师中选任，而且被认为发展出比上诉审法官更敏锐的一个法感。再者是刚才委员也有提到说这个职责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利益回避的一个问题立法委员行为法应该也有明文规定关于利益回避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利益回避的相关规定之内，那当然是要有一个回避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是在这个范畴之外的，是在这个范畴之外的，我会认为不要以他这个配偶的一个职责职务好就认为有一个不适合，或者而产生一个所谓利益冲突等等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也是不能以说是一个夫妻关系我想这也对婚姻制度一个误解了所以我想这也是在法治观念上我认为也是有误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呢不应该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就认为一定有一个利益冲突的一个问题。好我的说明是以上，谢谢。谢谢，接下来请聂建中聂教授发言。好，副院长，在场的各位大家好。我想刚听到各位委员的一些发言心中非常有感触。首先呢，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我们知道宪法那是这个大法官是宪法的守护者，所以在这个提名人选上必须严谨刚刚有委员提到，我这个非常认同那么但是现在我也是觉得这个有一些可惜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场所提到，如果对任何一个这应该算是全面性的，如果对任何一个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法官，如果他在某些这个议题上我们想提出一些疑问，希望他能回答的时候没有办法在此得到正面回应，当然我们期待在好像是明天之后呢，这个对单独的每一位法官在检视的时候呢，希望这个未来呢有一些这个可能在场的这个嘉宾能够呢提出一些让他们能够正面回应，能够把这个一些这个疑惑能够解决的地方，否则的话呢，就像刚某委员讲的，形式会大于实质，否则的话到时候呢我就是合恶言而知，之后我们的任命整个过程呢再多的公听会也等于是这只是一个虚一个故事，然后呢最后呢刘维就是这个提名甚至呢顺利当选之后呢的一个说辞，说我们开了多少次的公听会，答案是这个样子，如果力量不够问题没办法解决，那公听会的过程走了，但目标还是一样的话，反而留意他们最好的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有一些问题在其中没有办法这个得到解决，而变成他们一个解释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我们公听会开多了。好，那么刚才呢提到一个叫多元那么我觉得这个多元的确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领域都所谓叫梯形人才，那金融领域也是一样，除了要深化专业之外，横的发展也需要，所以在纵的发展之下，也就是说我们的专业的深化，那我们看到的不管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提名的法
这些法律人呢，他们的这个背景学历，那么在法的这个深度，我们没有很大的质疑。可是呢，担心的还是一样，就是横的部分，就是刚才讲到的所谓他们有没有贴近人民的生活与经验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真正比较能够开创心胸，而不是因为太过于所谓的深度的法律专业执着于法，而忽略掉人民真正的想要哈。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在释宪在解释这个宪法上，有非常多关心人民福祉，有人民这个未来这个需求或方向的这个议题，都必须要这个法官真的是贴近民意，甚至时代在变，那么怎么样符合时代的潮流的走向？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多元横向多元，最少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同属性太高的状况之下，只强调学历，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学历太过深，那么这个太过专业化，甚至会流于所谓的象牙塔式的一些这个一些行为操作，包括我们的司法判决，这是我们比较担忧的。那我相信历年来或者这个多次看到的所谓有所谓的恐龙判决或恐龙法官的称号，多少跟没有贴近人民的想法，没有贴近人民生活，没有贴近人民的经验，我觉得多少有一些息息相关。那么再来就讲，因为刚刚某委员提到我所谓的充分的这个资讯揭露，那不管在哪个领域，我觉得这个只要关心人民福祉，我觉得都非常重要。包括我们财经的议题，常常在强调资讯揭露。那么我觉得一样的，这个大法官攸关于台湾未来很多重要的法案的这个判决的这个走向，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宪法的守护者。那对于他们的检视，我觉得要严谨。这时候严谨的时候，一定要他这个让他说自己的一些甚至一些潜在的，我们刚刚讲的利益冲突也好，甚至他心中思维的一些潜在的行为意识，都应该要有所谓的透明。那有一些是隐性的，包括我刚刚讲的，这非常重要，不只是显性的利益冲突，包括隐性的所谓的行为意识的走向。我觉得这要让所有的人民知道，这样子的充分的揭露，让人民然后有所选择，有所发声把声音这个提出来。因为台湾毕竟是多元的社会，尤其台湾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所谓的狭隘民主意识的分歧，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色彩，那也会因为这样色彩的多元显得非常多彩多姿。但重点是，当你太过极端而隐匿了某些色彩的时候，有可能这样的发生会造成另外一种色彩呢更大的反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充分的透明的资讯的揭露，我觉得有它的非常重要性。那在接下来的呢，当我提到的就是刚才讲的意识形态了。那么因为我刚刚讲到呢，这个行为意识的揭露有其重要性。那我们现在看到意识形态当然不只是政治，当然我担心的最担心就是政治意识的完全的这个走向。这里面意识形态包括有性别的意识形态，又所谓贫富差距的意识形态，对贫对富的这个形态，还有当我觉得最在乎的就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因为台湾的未来的走向到现在没有人能够肯定说我们怎么走，两岸的关系是非常的危急。我觉得台湾的未来如果在现况台湾的这种两岸这个狭隘民族意识分歧之下，我是非常不看好。因此我觉得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走向要怎么样的公开透明，包括过去你有两观的思维，有所谓准敌论的思维，甚至你有台独很强的一定意识，是不是要让人们去检视是不是这样的所谓的法官全部同属性都是一样走向这一点，我非常的担忧。所以同属性投资性，我希望这样能够被打散。我还是再强调一次，我这样看到这些法官的同属性同质性真的太高了。当然刚刚又讲到所谓的超然独立的立场，那律师转任大法官，刚才我非常赞同某这个委员讲的要冲淡，那么不管各国的法律如何，你要冲淡他原来为了该造这个为了求胜他辩护时的一种偏颇思维，我就给他一段过程去冲淡，否则你马上从律师都是有些私心付费了以后就会怎么做的，这样马上转任最少有两位，这样是有问题的。好，那我的时间到了，还有一些我就不多说，谢谢。谢谢，接下来请林嘉和教授。好，谢谢主席。刚刚几位委员都有一些提问，我简单的回答。第一位是苏委员的提问啊，苏委员的提问是，其实刚刚几位委员提到的问题，说吴宁说请教大法官被提名人，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在立法院、军院自己啊。我们的基本上整个法律制度涉及到宪法乃至于法律的修正是立法院职权，不是司法院的职权，基本上不是。所以像刚刚几位委员，例如像王委员、苏委员都有提到的，大法官到底制度，大法官制度本身需不需要改革，不论是我国宪法的规定或是苏委员提到的从四分之三决议门槛的过高，乃至于王委员特别提到到底司法行政跟审判机关何去何从，事实上这不是大法官的职权，
某个程度都是立法院乃至于修宪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当然可以请教，也应该请教大法官被提名人的意见，但是更应该从整个修宪，如果非得动到修宪不可的话，应该问问军院委员们，例如提出宪法修正案乃至于送请全国人民公投，到底要如何设计我们的司法制度。我们台湾的五权宪法的司法院是极其落伍，没有其他国家一个可以拿出来一提的制度所能相比的。国内讨论司法机关的这个回归正轨已经很多年了，例如最高法院，好，这个司法院最高法院化，审判机关化，大法官宪法法院化，好，其他的行政法院等等各自形成欧陆式的特别法院。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主张是完全像美国一样只有一个最高法院。那我们如果不谈这些改革，那在现有的制度之下，大法官那只能透过例如大法官案件审理法，或是在前几年曾经改名叫宪法诉讼法的那一套去做。对于大法官的任务，乃对于职权，刚刚陈律师特别提到的，例如大法官紧急处分权，好，不论是大法官的审判权事项为何，例如总统副总统的弹劾，还是大法官的权限为何，例如好这个紧急不是紧急，对不起，例如暂时处分，抱歉，好，不是紧急处分，这一些都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法律去加以处理。我会个人会比较更强烈的建议，我们立法院军院本身要负起责任，好，宪法诉讼法应该要更全面的加以这个检讨，好，这是司法改革的问题。当然刚刚陈廖委员特别提到的，例如关于转型正义等等，好，那个必须也要请军院在转型正义相关的法律，例如历史真相调查、加害者追诉，好，以及乃至于失职、违法失职的公务员，包括法官在内，如果没有法律的建制，要以例如接下来的司法院长、副院长在司法内部进行很多人口中的所谓大法官的清洗，类似像东西德那样，好，在这个东德各邦合并入西德德意志共和国联邦之后的那个，基本上是做不到的。转型正义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法治，台湾是现代法治国家，没有办法单单靠这个司法院长、副院长乃至于秘书长在未来的司法人事中做内部整顿，没有办法，还是要请立法院能够在转型正义，例如针对司法体系，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仍然必须把法律建制完成，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刚刚王委员已经离开了，王委员特别提到了大法官为什么每年结案的数量那么少，做出的解释那么少，那么这也是国内各界对于司法院大法官常见的批评，好，那我不敢说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但有一个原因至少跑不掉的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有问题，我们基本上要全体大法官绝对多数同意，而且大法官的解释文必须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讨论，大家都讨论过才可以做下去，不像美国最高法院是采取大法官主笔制，显明主笔制，好，一个大法官去写，写完了一定的大法官通过直接就出去了，所以我们的案件少至少有结构性的原因，好，或例如像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每一个庭只有八位大法官，五位就通过了，所以他们也采取的制度也远比我们要来得好，所以我想这个大法官每年做出的解释数量过少，至少很大部分必须取代这个仰赖制度的解决。好，最后要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国跟其他国家很大的不同，就是基本上司法系统大法官如果也是的话，他应该只是在不告不理、消极面对个案的情况之下，做出法院好做出向法院的判决，或做出哪一个法律命令违宪的决定。换言之，司法院是不是应该再像台湾过去几十年一样，让司法院主导某一些跟司法有关的法案的研拟？我认为应该要检讨了，应该要把这个关于法案的研拟拿回到立法院本身，不应该先让司法院先去做一定程度的主导，像大法官案件审理法在这几年好的版本那样。好，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制度涉及到法律，那么司法院院长跟副院长只能够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做司法内部的一些改革，好，那是重要的，但如果涉及到刚刚几位委员都振振有词的那么大的改革，恐怕如果不是修改法律，甚至要动到例如修宪的问题。
好，我觉得这个是我对刚刚几位委员的一些简单提问的回答，谢谢。谢谢。最后请陈崇元律师发言。哦，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汪明生汪教授，请先发言。副院长，各位先进，我想，当然有幸哈，刚刚几位立委的一个表述，那在台北这个环境啊，尤其在这里呢，我想我至少我个人我基本上都认同的啊，但是可能容许我还是再重复一下我前面的发言，也就是到了台湾的南部，很多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就在台北的价值是比较先进的，几乎跟欧美啊、西欧、北欧差不多都接轨的。可是到浊水溪以南不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说，我还是容许哈，讲的不适切，那请各位就是参考。真正能不能努力让台湾的其他地方也能够逐渐的开放？啊，那讲到这里，当然我比较能够认同是最后那个汪定宇委员的讲法，也就是商务的部分，经贸发展、市场开放，啊，因为我们大概也都知道嘛，全球化以来，只有透过市场开放，才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经济发展。但是南部长时间是不开放的。那我前面已经也都复述过了，就是长时间南部是一个人口外移到北部的地方。那刚刚我也看到，第一位那个苏委员，当然我没有机会再跟他请教，就是新北人口很多都是从南部来的，那到了北部来，当然认真努力能够待下来，而且在这边呢就迅速的对外开放接轨，也就接受了，也都认同了很多所谓比较进步的价值，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值得祝福的。但是就像我们这次看到的，我们预定的大法官的这个提名人许宗力法官，还有蔡炯敦，至少我看他的简历，许宗力是嘉义的，蔡炯敦是高雄的。我们看到太多例子，在过去不止半个世纪，更不止三十年，啊，超过半个世纪，中南部人才到了北部，在这边当然很努力，表现很优秀，待下来了。但是这些来北部待下来的，他很少再回头看看他的故乡，哦，包含这个立法院现在的院长，很少再回过头去看看他所来自的故乡。那这个是长时间遗留的问题。我前面也表述，不可能说短时间改变，但是现在是一个新的局面，能不能看到有一点点的宣示，甚至展现一点的决心？哦，不然的话，台湾实话讲，前途吉凶未卜，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那当然，还是讲嘛，啊，这个我今天来到这边也聆听也学习很多，就是也实话讲，我自己本身专业并不是法学，啊，那但是呢，还是长时间我们关心台湾，那有机会来到这边，我们也很愿意学习了解，但是也希望有机会来表述，那也就是经济是需要发展的，啊，尤其在南部，北部的经济呢，大概不太需要政府再多的琢磨，北部的民间实力是比较雄厚的。那但是呢，所谓的政府 不光只是行政部门，啊，司法部门，包含这边我们花时间在探讨的这个大法官，他非常的重要的，啊，他的角色代表的一种意涵，是比较保守的、稳定的，还是也能够迎向开放、开创？那当然，我想应该大家不反对的，就是所谓的多元。那这个，我想也实话讲嘛，我们只能表述，但是呢，司法应该是要反映社会，甚至要能够回应社会的需求。那在不一定他的法学专业，而是他的关注，在他过去所表现出来的，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更认同？那这个部分当然是个别人选的考量啊。大概我想我们先不进到这一块。那还是讲就是说，
刚刚比如说我听到好几位委员讲的，包含这个审查当中什么会议的形式还是法庭的形式，这些就像我们谈废止的问题也好，或者讲这个同性的问题也好，很多问题在台北已经这几年谈得很热烈，但是很多问题都是希望能够比较全面的、务实的、更诚恳的来探讨，也就是这样讲，不是只是走一个形式，更不应该流于一个作秀。谢谢。谢谢。最后请陈崇元律师发言。谢谢。那我试着就几个审查委员的提问做一些回应。那一开始也针对苏委员他有提到制度性的问题，那这边林教授刚刚有提到，我再做一些补充。事实上我们现在就是依照大法官审理案件法，那既然我们的主轴是司法的信赖，那换个角度来说，怎么样可以提高信赖，其实有一点就是透明，另外一点就是把它制度化，大家可以预期，那就不会变成到底这个案件进入法院系统之后怎么跑，大家都无法预见的问题。那制度化当然是一个核心。那事实上大法官他就是法官，那大法官会议他应该就是法院，所以整个过程他就是应该法院化。那大法官审理案件法其实他在现行的规定呈现一个蛮荒谬的情况，就是一般的普通法院所审理的案件，它有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这么详尽的规定，到了最后最关键而且等同于法律效力的一个决定，竟然它的程序规范是如此的简陋，这是蛮令人骇异的情况。那如何改变？事实上我们早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德国有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组织法，那在这个部分事实上陈爱尔教授都已经有全文翻译，然后在司法院的网站可以当作参考，那我想这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好，那当然不是德国讲的就算，而是至少我们有参考他们的精神而来。那当然这边这个部分，所以法院化我想是大法官这个部分要去改善的，甚至连名称我们都可以中立一点，不要再讲大法官好像其他的就变成小法官，我们就给他证明他就是宪法法院的法官，好，这样会更清楚。然后让他，因为他就是法院，那法院刚刚林教授也讲，他就是有他司法的本质，他是一个被动的审理，他的审理要符合司法的形式。好，那所以在这里也衍生另外一个，我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没有具备司法形式的一些司法决定，我们的判例跟决议，好，事实上这都违反司法的本质，你有点僭越，甚至僭越到军院的立法权的行使，因为司法是被动，而它系属于个案，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许宗立教授他所建议的，要像德国也有范例的大法庭的机制，因为不受信赖的一个原因就是裁判见解的混乱，那透过大法庭把不同的见解做个统合，而不是流于一个个案式，然后没有一个公定标准的判例或决议的形式来解决一些见解纷争的问题，我想这个会是比较一个这么清源之道。那我讲一下我个人的经验，事实上我在德国有修过联邦宪法法院组织法的课，授课的老师刚好就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副院长，那而且我会修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还能够去参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本身，那我去看的时候在 Karlsruhe， 那它的建筑是后现代的建筑，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那栋建筑的他们有法庭，而那个法庭当然它是在三楼还是四楼左右，它的四周都是玻璃，他想强调的就是透明，这是德国战后一个透过建筑想要表达一个意念，他们对于纳粹时代的一个深刻的反省，那如何避免藏污纳垢，有一些滥权，避免不信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透明，所以一个让整个程序司法化，然后让一个开庭让当事人可以表示意见的这样公开透明的程序变成常态化，我想这是赢得人民信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其中有提到关于多数决的部分，我想要讲的就是这边我们可以参考看看，像德国每一个庭他们有两个庭，一个庭是八位法官，那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组织法里面有规定，假设四票对四票的话，事实上它就是合宪，那如果你要违宪的话你要有五票才行。那但是我们在参考这个部分的时候，恐怕就要考量到台湾当前的情况，特别是像刑事法很多已经都100年没有修过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要4-4，还是说这里要稍微积极一点，我想可以军院可以去参考。那关于司法院的部分，刚刚林教授讲的也是正确的，事实上立法是军院的责任，但是因为现行司法院它是主管机关，所以他的态度当然很重要。那当然这边我也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司法院我也参加过他们第三审没收诉讼，参加这个草案的我也是委员之一，那事实上里面的成员也是很认真，事实上各级法院大部分的法官都非常的认真，的负担也很大，所以冠上恐龙法官事实上老实讲是蛮令人于心不忍，而且也不尽公允。不过我觉得恐怕因为毕竟要让整个审判机关化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我想可能对司法院希望表达的就是他们或许该用更开放的态度，而且不要只是因为避免案件负担而拒绝做该做的事情。事实上当你拒绝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到最后为了赢得人民的信赖，你要付出的成本或许会更多。那时间的关系我就说明到这里，谢谢。谢谢，也谢谢各位学者专家综合答复的部分就进行到此，今天公听会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学者专家以及审查小组委员发表高见。各位在本次公听会针对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资格审查所发表的精辟见解，对于本院所有委员事后进行审查及行使同意权投票将有很大的注意。本次公听会的发言记录，我们会依相关规定分送给全体委员作为参考，并列入本院公报记录，作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再次谢谢大家出席今天公听会以及发言，现在散会。苏巧慧跟那个谁啊，他们是念稿子，所以我发现他们都只讲7分多钟，都没有讲到10分钟。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好，谢谢啊，好，再见，谢谢。好，你再来。对，因为我跟你说，我以前在律师事务所做事，所以我对法律是有概念的，所以就是来这边跟他们一起。谢谢。阿林。